5月28日下午，宋仲基、张东健、金志媛等艺人，在首尔某酒店出席了电视剧《阿斯达编年史》的发布会。一身休闲装的宋仲基，年轻不失帅气，对着镜头比心，超可爱，还与张东健一起手拉手上台。不管是手拼爱心画面，还是做出战斗姿势的比拼画面，都超有爱。据悉，23日电视台公布了新剧《阿斯达编年史》的最新剧照，剧照中记录了主演张东健与宋仲基初次见面的场景。本剧将于6月1日韩国时间晚9点开始首播，敬请期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